来，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。哇，又是修仙流带前锋，真的这种阵容打一个单刀型监管者，这监管者就生活无望的那种感觉，你们知道吗？真的生活无望的感觉。上来这边第一个是作曲家，作曲家还是这三个修机位里面牵制能力最强的，看见了。看见了，你这边跟我距离也拉得比较开。哎，黄衣主这边是在等放狗吗？等放狗，骗你下去。这边咬中以后，应该是先距离拉近啊，然后再拍触手。他不能是隔着这个墙，隔着这个站台去拍触手的，因为你隔着这个点位拍完触手，这边作曲家还是一样的跟你有一个非常远的一个身位的。这波主要放狗的一个作用呢是拉近距离，应该这样讲，主要作用还是伤害输出，然后次要作用是拉近距离啊。这个大家一定要看啊，黄衣之主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观战过这些顶尖的黄衣，他们在抓人的时候，他们的放狗真的不仅仅是为了打到这一刀或者这一触手，更多的还要起到一个距离拉近的一个作用。这波击倒对于求者来讲无伤大雅，只能用这四个字，真的无伤大雅。你看他们外面那边马机加起来都快三台了，这边盲女修第二台了。等到这边作曲家被救下来，盲女这台等到作曲家救下来搏命结束啊，倒地的时候盲女在第二台机子。好的，这边触手拍到了吗？拍到了。这一波机械师过来，但机械师没有搏命啊，这一波救人好像就出问题了。触手拍，好的，捞下来就捞下来了，捞下来这边求者全残，黄衣主刀二阶牵起来，前锋这边只能撞救。哎，无伤大雅没有错的。当时那波作曲家倒地对于求者来讲是一个保平真胜面，前锋卡半救下来，真的求者是有机会打四人开门战的。只是没想到呢，就还是黄衣之主啊，那根触手断了前锋的球，重触手断球，还能有这操作？他这波精神切的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前锋撞不撞得到？你看结果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说前锋失误不失误也是一样的。这边的话，盲女继续管自己修机子，机械师的娃娃也在这边修机子，看前锋手里还有个搏命，所以说这波套下来。你说真的已经没机会了吗？好像也不是，只是呢求者这边机会比较渺茫一点。为什么我觉得还会有保平的可能性的原因在于黄衣之主他底牌切了，他是个金身黄衣，机械师这边是个二挂，那么现在差最后一台机子，如果说他们能够去修到这边这台机子，盲女这边机子修完来救人，是不是有三人开门战的可能性？这机械师还在牵制呢，对不对？没分析错吧？这套阵容打黄衣之主强得很，翻过去触手一刀倒地，前锋这边机子差不多好了。你别说啊，这真的三人开门战。哎，这里盲女选择直接贴门吗？直接亮也行，哎，直接亮也行，我不救人了。盲女这边贴门，对，你总得把这个机械师给挂了吧？挂了，这边前锋要跳地窖，机械师二挂，金身黄衣之主，一触手拍到，
给到了前锋一波加速的机会，再出手拍，好的，躲。不过这个位置这个交互点稍微弱了一点，前锋当时走门好像也不是特别行，黄衣主这边应该是故意去拦他的，所以挂的位置的话是往前锋那个方向走的。